对不对？不要，那我们那个就是，就也不会去讲啦。我觉得我是一个老实的人，啊，你们问了，我当然就会回答，那没有任何的意思啦。而且我也评估过，因为在这个我讲之前，所有的新闻都出现过了。对，那我觉得你就觉得我在撑他，我想不是吧？我是希望，因为大家都很就因。柯爸爸病情，大家是想说，主席是不是也很关心？是不是应该去见见他这样子？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首先不要觉得我们去称他新闻上面不要去报道，我觉得这是很第一步很重要的事情了。